今天城里不贴满了这个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带我去学院，我要找院长。好，大师，这个院长可以见，但是他这个人吧，脾气特别怪，你得有点心理准备。你听起来很崇拜院长啊？那当然了，我懂你，我也有这样一位好老师。我留下。你这么做是为了唐三？他给我磕过头，认我做老师，我对他有责任。老师的理论得到过验证。 我的武魂是蓝银草，但是我却可以吸收曼陀罗蛇的魂环。前面这个村子最近发生了一些怪事，答案需要你们自己去找。这是你们第一次通力合作，希望你们能够学会彼此信任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房子看起来像被烧过一样？你这么一说，是有些怪异啊！一团黑影，噌的一下就从着了火的房子里头就窜出来了。